大家好啊，几个又来到这个安徽这个羊行啊，这个过来看看羊啊，我的羊反正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啊，看有没有合适的，如果有合适的就再逮两个母羊啊，几个过来看看啊。现在都是正热闹的时候啊，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下啊，农村这个羊行啊，走吧。我不多要你不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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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俺签个阴凉地方，你热，还热了吗？哎，他热死你！这也别热着，那还没热死你嘞！签个阴凉地方，搁车上不要紧。我跟你们没这个毛病啊，你毛病，你要签你哥，他签个我，养不来这羊。1500块，1520块啊，加个20块钱的油钱。哎，这羊现在也都不。现在羊啊，有这个老肥羊，一般都是带有缰的，或者没有缰的哈。这个怀孕的羊，基本上都是按个走，不走斤。一个多少钱？多少钱啊？大家价格差不多，买卖双方啊，价格差不多，就定下来了啊。在因为在这个市场里边啊，要掏买卖一个羊，得掏20块钱零钱啊，谁买谁掏这个钱。